大家好，我叫伊丽娜，我是俄罗斯人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俄罗斯传统的早餐是什么？俄罗斯人早餐的时候喜欢吃哪种的美食？当然，早餐的时候可以吃很多东西，可以吃很多美食。但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燕麦粥怎么做。好吧，我们就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拿牛奶。一个杯子，后来我们拿燕麦片，大概30公分，后来加盐，加一点点的糖，把锅盖盖住好，然后煮5到7分钟。好了，加一点点的黄油就可以吃。燕麦粥好了，已经可以吃。我爸爸说，这种的燕麦粥一定要跟三明治一起吃。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三明治，这种的就是面包，上面加黄酱就可以吃。说真的，我小的时候也会这么吃，很好吃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加水果、干果、浆果。我这边有冰冻的黑果月桔，也加杏干。说真的，早餐的时候我很喜欢吃燕麦粥，加一些水果。所以，我真的建议你们试试看。请问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的影片？我这么介绍俄罗斯传统的美食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留言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请给我一个赞，也可以给我很多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